世界在变，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。换一种心情，就在快乐驿站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又一期的模仿达人开始了，有请本次比赛的评委入场。要要要要 ，Come on， 要要要。好啦，欢迎欢迎。相信呢，他们的麻辣点评将会给我们的模仿达人带来非同一般的人气哦。下面呢，就有请我们这一期的模仿达人贾玲巴凯南。哇哇哇哇，果然是非常的阳光，非常的帅气哦。好了，那么首先呢，进入我们的规定模仿项目。安全吗？据我观察，没发现敌情。可累死我了！小点声！你没看那边有个主持人吗？搁哪呢？那儿呢，我长得像街道干部似的。现在这事抓得可紧了。抓就抓，我喝出去了。整天的东躲西藏的，干啥玩意儿？哎呀，不，你这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生。跟你结婚我就没消停，跟四年生仨丫头片子，整天的老大哭老二闹，哎呀，三儿又尿了，来拿这个接着，那不漏啊，这里边有个塑料袋，平时防雨，关键时候接尿两用，这大城市毛病可多了，你吐口痰都罚5毛，现在酒后驾驶扣12分，就这一泡尿不给咱俩交破产了啊。你说说这日子啊，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，生个孩子想吃点啥都没有。这吃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啊！来，起来溜达溜达。溜达啥呀？溜达一天了都。不，你这个懒事丫头，你赶紧起来溜达溜达，这不都为你好吗？想吃点水果都没有。这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你那吃水果能跟人吃大葱一样哦？大葱和水果在科学意义上讲，那都是一样的，知道不？你可拉倒吧你！你瞅人吃水果生那孩子，个顶个脸红粗的；你再瞅俺们生那几个孩子，个顶个葱丝绿。还环保呢？你关键是给我生儿子，知道不？生。你信没听人报纸上说吗？说啥？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那你听错了，那人说时代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就你那点文化吧，你说说给这几个孩子起个名你都起不好。我怎么起不好了？你怎么起好了啊？啊？你说一个女孩子叫我啥？朱迅呐、贾玲啊，不好吗？你瞅你憋三天憋脸通红，给大丫头起个名叫麻辣烫，那是人名啊？不是，那不是在四川党民拱中生的吗？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？你给起个名叫羊肉串。这不是在新疆倒腾骨头杆时生的吗？这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吗？老三呢？你要给起个名，说叫大排档。那有一个女孩子叫大排档的呀。这个名儿的玩意儿吧，其实就是个代号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找谁去了？是不是？你这个歪名啊，好养活，知道吧？老四还没生，你个歪名就给起好了。说到了北京了，起了个名叫炸酱面。这回我就不听你的，我到了天津我就生。那就叫狗不理。你行不？你关键任务就是给我生儿子啊！生儿子。自从有了麻辣烫、羊肉串跟大排档，你妈那脸色都不对了，
跟阿凡达似的。我妈的脸跟阿凡达有啥关系啊？你生不出儿子是怪你自己不争气。怪我不争气？对。行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我上医院行吗？你站住！怎么的？站住！你还想打我怎么的？你还想打我怎么的？哎呀妈，你还要打我呀？你还要打我是吗？我打狗不理。别打！我求求你不行吗？我求求你不行吗？他爹呀，来起，快起来呗，来坐着，咱俩交个心。他爹呀，你说俺俩自从有了这几个孩子，这生活水平极短直下，一日千里的。你像咱俩原来嫩嫩耐耐，欢欢笑笑，比双飞郎才女貌。那会儿我觉得你也特别的温柔。咱俩回去行不？咱跟村长坦白交代，保证以后四男四女再不生了，行不？以后咱俩好好欢欢笑笑的寻找俺俩以前的影子，这不好吗？好。他娘啊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这大城市里边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被人抓着，那不完了吗？尤其是大城市啊，特别的复杂。有时候你走在大街上，你咋的了呀？孩他娘啊，小小侦缉队上来了。我看看，啥玩意儿？那是朱迅，俩主持人坐着呢。他说俺俩像说相声呢，让换个版本演。你换个版本演，大伙儿能爱看吗？你没有掌声啊，这个。那光有掌声也没音乐，咋演呢？那音乐呢？哎呀，音乐来了。北鼻他姐姐吗？是我。你是北鼻的妈咪？嗯哼，我问你，嗯，这个地带安全吗？我观察了很久，并没有发现敌情哎。我的天哪，这两天真的好累好累哦。小点声了，那边有个主持人，长得好像街道干部耶。现在这种事情抓得好紧好紧。抓就抓好了啦，我不管了，我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哎呀。生下来就好了啦，生生，跟你结婚我就没有消停，整天不是老大哭就是老二闹，他又尿了。什么？他真的又尿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刚刚才给他洗过尿布哎。他真的尿了，他真的真的尿了，他是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尿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胡说胡说。好了啦，我不想再跟你这样跟你吵下去了。快看、那边校长侦缉队真的已经来了。孩子他爹，我先走了，你要掩护我哦，加油，走了。你竟然留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哎，等等我了。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好好看。